现在这个是一盒产品，首先呢这是碳酸锗离所派的产品，碳酸锗离和碳氧片清洁面片。现在首先我们要把，现在我们拿的是白绿色的，绿色的是一个补水清洁的功效啊。我们把绿色的打开，扣到工作手柄当中，然后再把锗离打开，然后均匀涂抹于客户的面部。均匀涂抹于客户的面部。然后点击强度，一般甜度调于30，然后有一个红光和蓝光，红光呢活血养肤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蓝光镇定美白，那么我们一般用蓝光。点击启动，点击启动之后再点击手柄下面有个按钮，点击启动，然后再做打圈。打圈之后了，碳酸锗离和清洁面片会起一个泡沫，这个泡沫会渗透到皮肤基底层，起到一个清洁补水加速新陈代谢的一个功效。然后再以点赞的形式让皮肤吸收得更好。现在我们操作整个面部操作完毕之后点击关闭，然后大气泡的操作就完成。还有上面有一个安抚片，也可以做客户的面部，有一个安抚